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十章，蒹葭苍苍。焕然一新的大梁造府伫立起来，一片喜庆气象。门前小街被劈成了一方车马场，拴马的石柱均系着红布，停车场则是罕见的清一色大青砖铺成。门前右侧竖立着一方高大的蓝田玉。 四个大字赫然在目：全歼将相。左侧同样的玉刻大书：功盖管吴。正中牌坊是四个青铜大字：大梁造府。牌坊与后面的大门都结上了硕大的红色布花。进得大门，迎面的白玉影壁上凸现着黑玉雕成的法兽泄豸。影壁背面。 一个黑玉镶嵌的斗大的“法”字。庭院内的正式厅刷得焕然一新，门额大字换成了“大梁造正堂”。原先作为未央起居的小跨院儿，已经扩大成一个几乎与正院同样大小的园林庭院。小池、山石、青松、石亭，显得幽静宽阔。北面正房门额。 大书书剑立身，两侧廊柱的顶端各有一个铜字“祥瑞”，柱身用绣着金色凤凰的红绫包裹。自从周文王时期有凤鸣岐山的故事流传，秦人便像周人一样，将凤凰作为吉祥的神鸟，作为对女子幸福的最高祝愿。正厅东侧的起居室。 线下是华贵喜庆的洞房，门额镶嵌着“风雅颂”三个同字。未央的书房还是在正厅西侧，除了门面刷新，唯独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对大梁造府的修葺改造是秦孝公委派黑伯建造的，他给黑伯说了八个字：“彰显权力，尽自祥瑞。” 他知道，未央从来不重视表面文章，更不会去将自己的府邸弄得冠冕堂皇。但这是需要国人民众认这些，氏族元老也认这些。他就是要使未央的大良造府邸声威赫赫，震慑那些潜藏的野心与阴谋。除了庭院稍有扩大外，这座府邸没有任何名贵奢侈的排场。 他的赫赫威势，主要在于彰显权力与尊贵的那些时刻大字。然则，恰恰这些东西是寻常大臣所无法擅自铭刻的，那是国君赋予大臣的权力象征和地位框定。有了诸如“权兼将相，功盖管吴”这样的铭刻定论，国人能不肃然起敬？朝臣同僚。 能不刮目相看？除此之外，秦孝公更大的动作是赐给大良造未鞅六尺车盖的青铜摇车一辆，铁甲骑士二百，作为出巡护卫仪仗，连同原来的木工振琴剑，这一切都强烈的向朝野昭告：未鞅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秦国的变法是不可动摇的。当然。 秦孝公没有料到，这些声威赫赫的权力象征，在他死后，却变成了世族大臣与儒家士子攻击未央的口实。盛大的婚典终于在冬天到来之前举行了。那一天，岳阳城几乎是万人空巷，拥上街头目睹秦国罕见的公室权臣之间的大婚。世族大臣。 更是由于国君亲临而人人亲附。当公主莹玉的结红摇车和随行送亲的国君大臣的车队林林驶上街头时，岳阳国人为美丽高贵的公主激动了，“公主万岁”的声浪淹没了一切欢声笑语。当白衣玉冠的未央站在青铜摇车上迎出府门，与红裙拖曳的公主遥遥相对时。 淳朴的国人被眼前天神般的名士美人的婚姻感动了，不知谁人带头，满街人群都手舞足蹈地高喊着：“公主大良造，秦国鸿福照。国人们将这场美丽高贵的婚姻看成了国运兴隆的吉兆，喜极而泣，如醉如痴。大良造府邸门前的两方乐队。 奏起了宏大祥和的雅乐，伴着深沉明静的和声歌唱。风兮雅兮，国人将乐；春雨送兮，秋谷送子。凤长鸣兮，美若琴瑟；天心顺兮，人道祥和。长街之上，国人相贺。 祝福的歌声响彻了整个岳阳。当一轮秋月悠悠飘到岳阳剑楼顶上时，尽管城中夜市还弥漫着国人聚香庆贺的喧闹，大梁造府已经一片幽静了。嬴玉在洞房中独自徘徊，他很兴奋，白天的婚典盛况和国人的虔诚祝愿还在心中流淌。 他也很惶恐，为自己即将面对渴慕已久的英雄名士不知所措。慢慢扯下覆盖铜镜的红绫，他端详着铜镜中红扑扑的脸庞，对自己做个鬼脸儿，呢喃自语：“他来了，我该如何？”突然，身后响起清晰的脚步，他不由自主的捂住了自己的脸，不敢回身。 公主，请先行歇息。未央还要到书房，办理几件紧急公务。莹玉慢慢回过头来看着平静如常的未央，恬静的一笑：“孔夫子也如此多礼，去吧，我等你了。”未央再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莹玉在铜镜中看见了自己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儿，不禁生气地嘟起小嘴。不是想好的吗？没出息！莞尔一笑，抹抹眼泪，信步走到庭院中漫步。他端详着庭院中的池塘、假山、松树、石亭，想象着自己将如何在这里做女主人。 如何与自己的夫君在这里吟诵美丽的诗章？想着想着，醉心的笑了。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书房门前，从门缝向里张望，看见未央眉头紧锁地坐在长大的书案前，手边批完的竹简已经摞起了一尺多高。他惊讶地发现，他。 在灯下的面庞，看起来竟然不像在阳光下的摇车上面对万千庶民时那样光彩明亮。宽阔的前额已经有了粗深的皱纹，紧锁深思的眉头和明亮的双眸也延伸出细细的鱼尾纹。英挺的鼻梁，带有些微的鹰钩，显出凛然难犯的一种严厉。 不厚，然而却很宽阔的嘴唇紧闭着，嘴角伸出两条深深的腮线，似乎隐藏了太多的人世沧桑。那平静、淡漠而又专注的神情，给人难以窥视的深沉和隐秘。英玉蓦然想起，当年在大哥书房见到未央时。 那是一副多么英俊而明亮的青春面容，光阴荏苒，呕心沥血，竟至于青春亮色疏忽消逝了。猛然之间，莹玉不禁心头一阵热流，默默离开了书房，一个人久久凝望着那轮西斜的秋月。片刻后，他又飘然来到书房门前，轻轻的叩门：“啊、哦，请进。” 未央显然知道仆人是不会敲门的，声音平淡礼貌。饮点热酒好吗？夜凉了。莹玉托着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个棉布包裹的陶罐，脸上洋溢着纯真甜蜜的笑意。啊、哦，好。未央似乎没有料到手头的大笔。 还点在竹简上。莹玉撩起长裙，跪坐在长案的横头，从陶罐中斟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黄米稠酒，双手捧到未央面前。来，二哥一次能喝半坛也。待未央接过，他又利落的将燎炉拨旺，加了几片木炭。 又静静的端详着未央，脸上泛起一片红潮。我该如何称你，夫君？央还是？还没说完，已经羞怯的低下了头，只有雪白的脖颈对着未央。你说呢？未央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一问，不禁笑了。 那我能叫你名字吗？未央喉头猛然一梗，想起了白雪的神情，闪念间又想到莹玉的无辜。叫吧，随你了。还是先叫你夫君好，也可。未央笑笑，好。 再来一碗，你先去歇息。我要将这些批完，新都城即将开工，要急用。知道，不会饶你的。莹玉一笑，却没有离开。新都城在哪儿？能带我去看看吗？好吧，开春后新都起工，正好要去。真好，莹玉笑着起身。 那我先去了。离开了书房，将门轻轻掩上。天色微明，当庭院中传来仆人洒扫庭除的声音时，未央才疲惫地离开书案，匆匆来到已是花烛洞房的寝室。粗大的红烛依旧在风罩中摇曳，已经凝成了大块的泪结，偶尔弹起爆响的竹花。 莹玉和衣倚在卧榻栏杆,杆上睡着了，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却有一丝细细的泪珠。未央怔怔的站立良久，不禁轻轻的叹息一声，拿过自己宽大的夹层斗篷，轻轻披在他身上。五，洒满阳光的新都工地。 二月仲春，一队人马出了岳阳，向西而来。大地已经解冻，杨柳桑榆也已经冒出了鲜嫩的绿芽。官道上人车马川流不息，绝大部分都是向西去的。络绎不绝的牛车拉着粮食、草料、工具，后面尾随着身背各色包袱和各种工具的农夫。 他们看见身后骑士簇拥的官人，纷纷驻足，兴奋议论：“哟，公主，知道吗？那个穿白衣的是大良造，大婚典见过，记着呢。国君，那个是国君。”一时间，官道上骚动起来，“公主万岁”的喊声响彻原野。莹玉红着脸笑道。 我看还是下道，人太多不好走。未央道：“君上，下道也好，官道民夫劳作太慢。好，我等从河岸走。”秦孝公说完，马缰一提，冲上了官道旁的草地，一队人马拐上了渭水北岸的盐碱草滩。 正是冰雪融化、春水浩荡的季节，渭水河道宽阔异常，泛蓝的波涛中隐隐可见晶莹洁白的浮冰。往年渭水的开运时节是三月中浮冰完全消失的时候，眼下正是二月未完，河面上已经有了木排和货船。那些张着巨大白帆的货船，显然都是山东六国的商船。 他们满帆尽滑，悠悠溪上，将黑帆木牌一只又一只的抛在后面。黑帆大木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秦人的货牌，木牌上堆满小山一样的白色石料。一对对纤夫在河边喊着粗犷的号子，逆流而上。君上，石料是从蓝田采集，从灞水进入渭水溪上的。 未央指着河中木牌，向秦孝公解说：“春日开工，会不会妨碍春耕？”秦孝公问：“不会。新都工地是三丁抽一，日工一钱，庶民都很踊跃，还要自带粮草。”秦孝公大笑：“那不成大禹治水了？不行，粮草。” 还是国府出。未央笑道：“我变通了一下，自带粮草者如数抵去赋税，如此可免来回运输周折，老百姓也很高兴。各县吏员只管督导做工，粮草一点没费心。好啊，秦人还是富了，春荒时节尚有余粮，谈何容易？” 嬴玉笑问：“大良造啊，离新都还有多远？”虽是官称，嬴玉却说的亲密玩笑一般。未央不禁笑道：“若放马驰骋，一个时辰可到；缓行踏勘，两个多时辰吧。”河里只见石料，木材从哪儿来？嬴玉又问：“木材比石料好解决。” 陇西、陈仓、大散岭，都在渭水两岸，顺流放排，快捷便当。如若不够，还有南山林海。大良造秦孝公似乎想起了什么。我们的公师行吗？城防、宫殿、街市，腰摆不好，谈何容易？秦国没有见过大都城啊。 未央笑了，君上，如今我们的公师却是不愁了。其一，六国援助，尤其魏国最热心。哎，日出西山不成，魏国援助秦国。嬴玉惊讶的合不拢嘴，孝公大笑，真傻，那是黄鼠狼拜年，想摸清我们新都的底细，能要吗？ 其二，六国大商人争相包揽，还有找景监重金贿赂于我者。哦，他们没有所图。盈玉似乎也明白了许多。自然有，新都给他一条街。秦孝公轻蔑笑道：“商之为奸，竟至于此也。”其三，墨家派向礼秦下山。 愿率一百名弟子做大工师，帮我建造秦都。秦孝公恍然大悟：“哦，墨子大师，好，原来大梁造的宝压在此处。”莹玉顽皮的一笑：“一说墨家，大哥准高兴。”秦孝公和未央不禁同声大笑。谈笑间，遥遥可见一道高原横在右手。 西来的渭水河道拐了一个大弯儿，好像骤然被折断一般。未央手中马鞭遥指高原道：“君上，当地庶民将这座山原叫北板，越上北板，可鸟瞰新都地貌。”秦孝公笑道：“自当一看。”未央一挥手，马队驰上了高原，众人立马遥望，顿感胸襟开阔。 高原之上仍然是平坦的土地，伸向遥远的北方。渭水平原从北板开始形成第一道土原，而后渐次向北方推进，一道原高过一道原直到变成莽莽苍,苍苍的高山密林，变成北地郡和上郡的山地高原。第一道跃起的北板，在渭水北岸。 形成了一个向南面张开的巨大的弧形，渭水自西而来，在北板脚下骤然折向东北，沿着北板东流六十余里，又沿着北板东缘折向东南，再骤然东折，一涌而入大河。雄峻的北板好像一个巨人张开了双臂，将渭水揽进了怀抱。北板原根治渭水河道。 是宽约三四十里的广阔谷地，秦国的新都就要建在这片东西六十余里、南北三四十里的谷地的中央地带。秦孝公一看就明白，这片夹在北阪与渭水之间的广阔谷地，实在是关中平原的一块复兴险地。纵有强敌，可以攻破东面的函谷关、武关，或西面的大散关，进入关中复兴。 这块依山面水、纵深宽阔的谷地，也完全可以展开兵力，凭险据守，甚至可以从容不迫地向北板撤退，进入北边的山原地带，再行周旋。而在幕下魏国还占据着函谷关天险和华山要塞，关中东面已无险可守的情势下，这块北板谷地显得尤其重要。 相比于岳阳的孤城一片，四面平川，北板之地简直就是四面要塞的金城汤池。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十章《蒹葭苍苍》就播读到这里，下期再见。